吃挺香啊。嗯，哎呦，老板娘，你们爱吃这个？六阳，你也好这口啊？我吃辣上瘾。嗯，坐下来一块吃点吧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得吃特别辣的。你们在这儿吃多耽误时间啊！高磨咖啡又盖浇饭，再说老吃这也不怕上火呀、啊？我们仨刚在旁边吃完西餐，嘴里那个没味儿啊，还得是土特产调一调。对对对，忘了忘了，您刚从巴黎回来呢。哟，还点肉夹馍了。哦，肉夹馍配麻辣烫，你还挺会吃。一会儿回家喂狗的，谁吃这个呀？服务员，哎，给这桌上三罐王老吉，算我的。好，谢谢了。老大，你刚才说谁是狗啊？好好。哥。你看，洛菲斯的主界面。你放心，我用的是虚拟地址，他们肯定查不到。这不对呀、啊，这些是他公开对外的资料，我要的是你进入他的私人邮箱，我要知道是他听歌的记录、下电影的记录、网上购物的记录。哥，你别着急呀、啊。这很多邮件是互相转发的，你等我把这个处理完，我一定能找到路径进去。这土特产也吃饱了，咱们聊点正经的。嗯，你们这个项目计划书写的怎么样？你们到底打算融多少钱？几千万了，几千万呢？是一两千万还是八九千万？嗯，老大那意思，前期一两百万。